同学们上课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容股长珊迪，然后我们请到了小助教夏曼蒂。Hell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日小助教夏曼蒂。珊迪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就是为了要跟你一起上课，所以特别早起。早起皮肤还这么状况好，也在合理吗？可能看起来很好，但其实我也是跟各网友们都一样，都是有很多肌肤问题，所以我今天非常称职的整理了很多提问，要跟你们一起来分享讨论。肌肤颜值不稳定，皮肤要怎么提亮变光滑呢？从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呢，我就是一个重度熬夜者，所以我每次起床我都觉得我的气色好差，然后又暗沉，而且各种毛孔啊、细纹那种大问题都跑出来。像你刚才讲的，光熬夜作息不正常，这一点呢就很容易让你的肌肤油水不平衡，造成了干燥细纹，就很容易讲说你上妆时应该有感觉吧，就是底妆很不服帖。奉劝大家尽量少熬夜啦，然后以及就是你要调适好保养品的选择，可以简化一点程序也不错，就会让你的肌肤就减少负担。像我自己就也觉得防晒非常重要，我自己本身如果一整天的外派工作，从早晒到晚，包包的标配就是阳伞、墨镜。其实除了物理性防晒啊，就是你选对的防晒系数，然后跟防晒品也是很重要的。另外呢，就是还可以再选择讲说像你的隔离霜，然后以及粉底液，如果也是有防晒系数的话，可以再加成。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一些问题。如何对抗初老，有推荐的产品吗？前阵子疫情又变严重了，大家都宅在家工作嘛，其实很多人就越来越懒得保养了，然后又长时间的盯着3C 手机荧幕工作，电脑，所以脸部的肌肤呢，其实反而是变得更加干燥，然后细纹又更多。手机的蓝光跟电脑的蓝光，这都是心机很重的肌肤杀手，就跟紫外线一样可怕。没错，它会让你的肌肤加速老化。那珊迪，你有推荐什么抗老的产品吗？我最近我发现这一瓶很好用，这是欧露比斯的全能银白精华霜，一瓶就可以做到净白加抗皱的双重精华保养，不需要很多瓶瓶罐罐，这一瓶就可以找回你的年轻美肌。有，我有听说过这一瓶。是号称国民精华霜，让你的肌肤啊可以变得细致又匀亮，所以不管是那种专家啊、美妆编辑都会推荐，甚至在美妆大厂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。只要去日本，都一定要带一条回来。现在你不用去日本，台湾就可以买得到。台湾欧露比斯现在就进了这一条，很棒哎！赶快要去带一条。好，大家要笔记起来。肌肤好暗沉怎么办？天哪，超多人问这一个耶！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分年龄、不分肤况，每个人都会遇到。其实你可以试试看那种去角质的产品，不要多，一周一次就好。那敏感肌的朋友就是更要注意，可能你要挑选比较温和的去角质。我还很推荐刚刚我介绍的这一瓶 Olubis 全能银白精华霜，它里面有个很厉害的成分是 W 烟碱酰胺，经过日本厚生省认证过的净白抗皱双重效果的成分，可以帮你就是黑色素的生产线直接停产，不要再动作了，让你的全脸肌肤净白又没有污点。我觉得它这个质地啊，其实擦起来非常的清爽，它就是很快就可以推匀开来，而且重点是完全不会黏腻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刚刚看其实这很大一瓶，它其实就是全脸跟脖子都可以一起使用的，就是你同时使用就不会有色差的问题了。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棒的成分是它里面加了 Base Enhancer 加成，除了像刚刚提到的因为有 W 烟碱酰胺可以帮助净白抗皱以外，你还可以保湿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夏天很常在冷气房的时候，对，都吹到超干的，对，然后你就只要化妆水，然后再加这一瓶，然后呢再上乳液，很简单，三个步骤，对，简化你的保养。报告 Sandy 鼓掌。别说我有好康不分享给大家， Olubis 这个全能银白精华霜啊，它是因为针对周年庆才推出这个大瓶装的，另外它还多赠送了 W 烟碱酰胺的防晒，就是要让大家一起使用，可以一整天不间断的防晒与防老。这组很推荐给周年庆想要囤货的人，赶快手刀购入。其实呢，就是你的每日基础保养很重要之外呢，像是适度的运动，以及补充一些营养补给品啊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选对的保养品，真的才可以事半功倍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美妆教室就到这边，谢谢今天的小助教曼蒂，我们下课咯，拜拜。